听友阿宗就讲吼，伊即卖这气候呢，正伫温室内底这小黄瓜一直掉吼，这白粉白啊，唔知阿讲吼，要安怎处理，就是一直治不了吼，已经一个月了。那用了扑灭灵500杯，亚脱敏1000杯。这个回归白粉哈，这个大概夏天就是季节交替，袂使讲夏天，好季节交替，热变寒，寒变热的时阵啊，是这个落困哈。那么伫啊大热迄个时阵，是细菌性的一个细菌性的一个这个病害哈，然后一挂海棠。那么伫较凉的这种，这天凉那是较大热哈，就是白粉病哈，啊那是凉个湿。啊，慢哭病吼，啊，然后搁有一挂即个啊疫病吼，等等吼，即出头其实真侪啦吼，所以一般来讲吼，咱可能爱稍来注意者吼。那么你咧用即个药呢，其实像啊，咱用的即个白粉吼，正经那是隔袂倒啦吼，分瑞末吼，即类的布瑞末吼，伊瑞末吼，即类的即个。啊，这个用药呢，你稍微给它轮流一下，吼，并讲这个啊，伊瑞末吼，啊，然后含布瑞末吼，这两支选一支，啊，然后这边用要用芬瑞末，吼，这芬瑞末含什么感官？含伊美类这类的，含麦克尼这类的拢感官，吼，这种呢拢是讲这类的这个药啊。那么伊包括像这个四克力，吼，这种呢这嘛是会使，但是就是讲你卖啊卖给。共种伫药内底，卖结共一下啦吼，所以这多数是安尼。啊，足侪人会甲你讲吼，这白粉吼，吼一支药啊，偌好用吼，一比一重吼，佛沙克明吼，认为讲啊，这白粉呢，得爱抓这支药啊，是虾米款吼，倒是持保留的态度啦吼，这没有真的那么的神奇吼，等于讲你抓白粉呢，一定爱后边正面拢抓掉啦吼，然后。啊，咱会当稍来解即个注意着吼，注意着伊个一个这款药啊，即、這个用药啊，无同款的即个药啊呢，稍做一即个调整吼、哦。所以啊，你用的这个药呢，其实不是很对位吼、哦，是讲对我来个看起来吼、哦。啊，即、這个亚脱敏吼，亚脱敏要抓白粉吼、哦，一般来讲呢，它有抑制效果，不是没有吼、哦，但是呢。这个效果其实很有限哈、哦，所以呢，一般那是白粉哈、哦，咱通常是袂去考虑讲用亚脱敏啊，比如讲落困啊，还是讲亚病吼啊，尤其这两项你可能会去考虑到这个啊，这亚脱敏哈，这种的这药啊哈、哦。那么第另外一个就是讲这个啊，扑灭灵哈，扑灭灵哈，扑灭灵。啊，扑灭灵吼，这种物件呢，这是一个预防吼、哦，就讲伊是一个预防性的一个这个啊，这种药啊吼，这一般来讲啦吼、哦，就是讲伫白粉呢啊，用扑灭灵吼，这个效果应该是没有特别的明显，所以你用的这个药啊呢，没有针对比较较无针对伫这个白粉的一个，好、哦，就讲、是、咱用的这药啊来的比较没有针对吼。哦较无针对伫即个白粉病的一个即个用药吼，所以你一定爱你爱小做者即个啊，稍微做一点点调整啦吼。即简单来讲是安尼吼，所以啊，伫咱咧应用的时阵，一定爱小来注意者吼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吼。那么伫白粉病吼，即个物件咧，伫咧用即个吼，大概比较少吼，较少用到。你拄则讲到即个药啊啦吼，就讲咱啊习惯吼，比如讲咱啊咧用的一挂即个药啊呢吼，像一挂像即个百克敏吼，百克敏，还是讲像即个三佛敏吼，即类伊可能的啊有一个即个用药吼，可能的较。一种的一个这个麦角醇合成抑制的一个药啊，所以通常伊的使用的范围是较宽，但是伫白粉内底吼还是比较保留啦吼，所以你可能药啊小轮一下吼，那么会当用这个这一类的用药吼，稍微调整一下，四克力、代克力、德克力吼，还是讲啊芬瑞末、布瑞末、吼伊瑞末吼，这大概这都也解解用药吼，那么稍做一点点调整。啊，所以
接起来应该的两次三次、哦、就有办法哈、哦，那改啊改控制掉嘞，好、哦，所以这里小怎样子啊？这喷白粉吼、哦，通常爱迄、那个迄、那个时间吼、哦，比如讲你即马作严重的对无？你喷一届过啊，你爱把迄个时间缩短，卖拖伤长，因为白粉吼、哦，伊的迄个孢子非常顽固，伊的伊的菌丝拢侵入很深。所以有当时你甲喷过，佮伊小花甲带掉咧，但是伊内底迄个会佮起来，哦，啊，伊佮起来迄阵仲弱个，咱佮甲喷后壁，所以差不多，阮那是较严重个时阵吼、哦，通常就是讲因为迄个天气嘛吼、哦，通常拢五工就会喷一届，正常咧管理拢一礼拜一遍药啊，但是呢，啊，拄着迄个情形五工，啊，有当时啊那是控制了较无好势，比如讲你真若较严重，带袂落来，你可能会当佮伊缩带吼，啊，然后。啊，即、这个先喷一届过，啊来啊三工搁一遍，哦，啊搁来浪五工搁一遍，等于八工两遍了啊，哦，安尼起来应该你喷过了呢，大概两次到三次，伊的控制掉了，安尼然后你来一个较正常的即个时间来做管理，安尼就好啊，哦，所以这大概是啊，即、这个管理的这模式，哦，啊你用药呢，你稍做一了解，那你甲看看，如果吼，那、哦、是讲。你无讲真清楚吼、哦，那么这款呢，你会当来给伊啊提这个吼、哦，就是讲啊，咱在用的一个这个大概基本上吼、哦，通常拢用到的，这是啊，比如讲伫这个较小，海南改良厂因有经历过吼、哦，大概这个啊，你来用吼、哦，这个呢效果会。你要知影吼，迄种物件就是讲没有无一个药啊，是讲啊一定就是安怎吼，咱听众朋友一定爱去啊去了解这种的道理。但是就讲这个原则吼，这个原则吼，这用药的这个原则呢啊，咱一定爱家己去掌握着吼，然后小甲论者啊，知影什么药啊，吼大概有什么药来当用，吼啊有当时啊迄药啊吼。啊，无好买吼，无好买原因有几啊种原因啦吼，并讲伊个啊，真歹谈，有诶药啊就歹谈诶吼，啊，伊个老药头啊，老药头啊，其实就是讲咱若是搭配，还是讲你夹伫一个吼，并讲像即个食几多保健，哎，有时啊，迄个做十六用诶吼，所以应该其实还蛮好买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应该是安尼，啊，你也当可以。啊，小知影者吼，啊，然后你家己知影要安怎来改，即个做者即个轮替哦，啊，安尼起来就靠迄个机会啦吼，即、哦、大概是即、這个啊，想要甲你讲的即个道理吼，即、哦、希望讲啊，你伫即个管理上吼、哦，能够稍微注意一下吼，即、哦、大概是安尼吼，嗯。